式的建筑。那是教堂吗？一个男的理发是15块钱，哦、在里边、嗯，两个人是，我按一天就很贵，按一天快100块，100块人民币。现在如果按最新汇率就15块钱，那、嗯、按我们口袋里的汇率就40块钱。你准备理个什么发型、啊？修一修的。理发师最头疼的就是修一修。只有这一个是男的，我们理发都。啊。那个，他这边也有美甲，也有马杀鸡。啊、嗯，马杀鸡一个人一个小时35美金，35当地美金。嗯，然后那美甲就是上色的话就20美金。嗯，然后如果做那些什么全套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们不懂，就35美金。然后做脚的话25美金，当地美金不是，就像那个人在做。嗯。你要马杀鸡吗？马杀鸡是多少钱啊？35块。一小时啊？一小时。按汇率很便宜，按最新汇率很便宜。对。菲菲已经开始理发。这刚才跟理发师说就是修一下，修一下。看一会儿剪出来什么效果，会不会有一点非洲风格？留个影像。这是理发师打工。要不你也搞个、啊、你沾边不了，就你的头发长度看不见。嗯，要不跟他说来个非洲 style、嗯、啊，好吧，我看不见。他就是帮你修一修。嗯，要不跟他说来个非洲 style。 不用了。嗯， maybe make an Africa style for him。Same like yours. 根本不洗头啊！理发师洗头了。对。他那是梳子吗？哪个？上面，我看不见，他加了个梳子。不是，就是变长的那个。啊。嗯。就不会理得太短。夹子。一会儿看看吧，啊，理完了呢，就这个样。这什么样？他那个一直理的时候，一直会换那个推子。嗯。经常换了十几二十次。啊、嗯。理得很认真，是吧？好了，啊，就这样。啊、嗯。他是马杀鸡多少钱？25块。25块。嗯。啊，光按了背。光给你按背，你要求按背。他本来我问他，他说35块。那按全身的是啊，我按个背。你就光按个背，我就是打了个折扣。嗯啊、
25块钱。嗯，然后这就我的头发，你的头发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看。这只是偏了，这正偏了，这，哎呀！别动。反正还歪的那边不站，站不到。哦，可以。歪。